你跟我讲台，你不要用spoon啊。Hello，老板在吃饭，等一下来打来哦。哇，有人的妈妈穿衣服纸还不我。来，现在收摊回家，早一点休息 ，OK？ 哎，不了不了，不了。 年轻的时候啊，只有我打人啊，从来没有人敢打我啊！要是谁敢动我，我一根手指就得了死啊！